在政府单位经费的补助，社区居民、学校、师生团结合作，到达梅林社区营造的工作已经有很大的成果。为着要甲大家分享社区居民的欢喜，这次社区邀请各界长官贵宾前来庆祝。啊，这段期间就是咱去内政部营建署吼，咱有争取一寡资源来，互咱的社区吼再造。啊，咱拢知影，咱的社区尤其是梅林，自古以来就是吼一个足水足好的所在，所以咱伫遮生活啊，咱的生态、咱的生产，拢爱搁家找倒来。到六市梅林社区为着乌山水库的山卡，生态资源丰富，真有观光潜力，配合政府农村再生计划。协会多次参加县府社区评比，拢有真好的成绩。这次居民将荒废的水池甲土地重新来改造，变成一座社区生态公园。啊，阮一百年呢，啊得到第二名；啊，迄个一百零一年得到第四名。因为阮从这就是甲阮梅林较早的这个食水池啊，吼，甲这个洗衫池啊，改环境总改造。因为较早遮就是好垃圾到有剩的。为着要将传统的社区转型，地方努力来争取经费，陆续打造社区景点。目前已经有三个点，未来将持续来增加。阮生态公园有三个景，第一就是这个生态公园遮，啊，第二就是这个产业的这个地标，第三就是阮梅林一个圣雄商店，遐阮家一个改造，改造了呢，阮梅林遐就算讲阮梅林社区的一个转播站。会当有安尼的成果，社区理事长林宏文。除了感谢政府单位的辅导帮忙，也感谢地方社区以及学校单位的协助。未来希望让大家看到梅林社区的不同款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